接着我们要看第五章的第二段经文，在第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是路加摘要叙述使徒继续在犹太社会当中所做的见证。这里有几方面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方面就是神使使徒的手能够在民间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我们看到在第四章，使徒跟教会的信徒曾经迫切祈求神用神迹奇事来支持他们继续做美好的见证。在这里路加的叙述让我们看见神确实垂听他们祷告，借着圣灵使他们蛮有胆量继续为耶稣做见证，而且赋予他们能力能够行神迹奇事。那第二方面，这段摘要让我们看见使徒跟信徒们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聚集，他们聚集在这里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那当然另一方面也有教会的考量，因为我们看见当教会传福音人数增多，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已经多达五千人，教会没有一个可以容纳五千人聚会的场所，所以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分组在家里拨饼聚会，就像二章四十六节所说的。但是由于所罗门的廊下可以容纳许多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当中一个宽敞的地区，所以就成为使徒跟信徒们公开做见证的地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章十一节到四章四节，他们在那里传讲福音就是一个明证。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这里有记载其余的人，就是指那些还不相信的人不敢接近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敢接近呢？是因为他们害怕跟他们为伍会招致犹太人领袖的谴责或审判。尽管如此呢，百姓却非常尊重使徒他们。第四方面我们看到在第十五节的记载，虽然有些人不敢亲近这些使徒跟信徒，因为怕遭受连累受到犹太教领袖的逼迫，可是神还是把这样行神迹奇事能力赋予使徒跟教会的同工，所以他们的能力大到一种地步，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到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跟被污鬼缠绕的从耶路撒冷四围城以来全都得了医治。那么这一段的摘要的记载还是让我们看见圣灵不断地帮助他们像耶稣基督一样行神迹奇事，使许多人看见神的大能就愿意相信接受主。神迹奇事其实也就是属于神国福音工作的一部分，见证神的大能。耶稣能够行许多神迹奇事，同样这个能力也延续赏赐给初代教会这些使徒。所以这个摘要的叙述就是让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使徒们所行的大能的作为，使许多人得到帮助也甚至加入教会。但是这样的工作越来越多人愿意接受这个福音真理，却进一步带来犹太教领袖人物的愤怒跟逼迫。所以从第三段十七节到四十二节，我们就看见他们第二次把使徒们逮捕关在监狱里面。可是第十九节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显现，来帮助忠心侍奉他的使徒们。神就差了一个使者从夜间开了监门，把这些被关在监牢里面的领袖使徒们带到监狱外面，而且吩咐他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是，天使形容要使徒所传讲的信息叫做生命的道。我们刚刚看见在第三章耶稣是被彼得形容为生命的泉源或生命之主，而使徒们奉耶稣的吩咐就是把这一位生命之主要拯救人的道真理传讲给众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容。这些使徒出去之后呢，他们确实按照这天使所传讲的信息又回到殿中去。这实在是一个会令人惊讶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在殿中在所罗门廊下的时候他们被逮捕，现在回去到圣殿里面继续讲道。
其实等于是自投罗网，可是使徒们却忠心领受这个天使的吩咐，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他们继续再回到那个危险之处来对百姓传讲福音。但是这个故事非常有趣的就是，他们被带出去的时候，祭司长跟这些犹太教领袖不晓得，所以他们本来叫人要到这个监狱里面把使徒们提出来来审判的时候，却发现这些人已经不在了。但是后来又听到报告说他们还在殿里面传讲福音，所以这些人又再派兵丁去把使徒们带到祭司长的面前，第二次受他们的审判。从27节到32节，我们看见他们带彼得跟其他的使徒来的时候，照以往一样严严的禁止他们。28节他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些犹太教领袖他们的挫折感，因为他们实在是已经竭尽所能来威吓逼迫这些使徒们，可是没想到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怕受到他们的严厉的审判跟管教，和继续在这边传讲耶稣基督的道理。但是29节到32节，让我们看见彼得跟其他的使徒却依然勇敢的回答。29节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而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件事做见证。这是他们第二次在受审判的时候所讲的一番非常有意义的信息。他在第4章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同样第二次在这些领袖人物面前，他们还是更有勇气地说，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坚定不屈，他们继续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是什么人呢？他现在已经在神的右边做君王做救主，这对犹太教领袖来讲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谈过犹太人所相信的救主只有一位，就是神，而谁能够做以色列人的君王呢？当然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可是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犹太领袖所弃绝的，他怎么可能是君王呢？没想到这些使徒们却大胆地说，他坐在神的右边，他是君王，他是救主。不但如此，他赐给人悔改跟赦罪，这两样事情我们已经说过，是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只有神能够把悔改的心给人。可是现在彼得说，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人的罪，像上帝一样，他能够把悔改的心赐给人，他跟神同等。所以不但如此，我们做见证，连圣灵也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这番话是非常有勇气的话，被这些犹太教领袖来看，这是亵渎神，因为他们竟然称耶稣在天上而且是救主，连神的圣灵都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是对的。那这些犹太教领袖会认为，那我们都是错了。从第33节，我们看见犹太教领袖的反应是，公会的人听见的就极其恼怒，想要杀害他们。这显明他们已经听见的是亵渎之道，所以他们要严厉的来对付这些人。但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看见一个法利赛人加马列出现，他是公会中的一个人物。我们可以了解加马列是在当时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教师，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望的神学家。他就从这个公会当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们带到外面去，他就对他们讲一番很有智慧的话语。这一些公会的人听他所说的话，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他提醒他们，他说，你们要小心来处理这些人。36节说，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也有400名，他被杀以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人也都四散了。这一方面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加马列是在引用第1世纪当中
许多假的弥赛亚，他们起来自称为是弥赛亚，要带领以色列人来跟罗马帝国对抗。和本的翻译很有意思，这里的翻译是自夸为大，其实原文或按照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应该翻成丢大自称为某某人，英文来讲就是 claim to be somebody。 这个某某人其实就是指弥赛亚。加玛列不愿意称这样的人就是基督，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假的基督，所以他所说的其实就是丢大自称为弥赛亚。后来的那一位犹大也是一样自称为弥赛亚，所以这就是说两个假的弥赛亚带以色列百姓跟罗马帝国对抗，结果都被罗马帝国消灭。所以加玛列的信息就是，他说你们要小心，这些所谓耶稣的门徒如果是像丢大或犹大一样自称为是某某人的门徒的话，那么你们不用对付他们，罗马帝国自然会消灭这些人。这是他的第一个重点。但是第二个重点在39节，他说如果他们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这第二方面呢，其实是很有智慧的话语。犹太教的领袖人物听了这番话，觉得有道理，所以他们就改变主意，不杀害他们，把他们打了一番，又命令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讲，就把他们释放。所以这个公会的领袖在加玛列的劝告之下，他们没有杀害这些使徒，而放他们走。这样的逼迫威吓却没有办法再拦阻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第41节到42节，这些使徒离开公会以后，反而心里充满喜乐，因被算是配位证明受禄，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刚好就是跟前面这些犹太教领袖所要求他们相反，他们见证耶稣确实是弥赛亚，不是假弥赛亚，是真正的弥赛亚，是犹太人都应该顺服、接受、跟从的。所以这两节虽然看来简短，但是我们其实应该了解这其中的深意。这些使徒是为了传福音受逼迫、被鞭打，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他们却能够坚持到底。不但如此，他们反而因为能够为主受苦，充满喜乐。这是只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他崇高重要的身份，知道他荣耀的能力跟恩典，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以后如果看腓立比书1:29，保罗所说的话，他在腓立比书这边所说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并为他受苦是蒙恩。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苦难神学。今天一般人看见苦难、受到逼迫，就会畏惧、会害怕。但是我们看见的使徒彼得，以至于后来的保罗，他们却视苦难如无物，他们不怕，他们不畏缩，他们勇敢在苦难当中继续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或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承受他所赋予他们的使命，领受圣灵的能力，忠心传讲，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们都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最崇高荣耀的使命，逼迫反而是促使他们欢喜快乐。因为耶稣曾经对他的使徒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为人子受逼迫了，你们就有福气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神要把那宝贵的福分赐给你们。所以在这里，使徒行传3章到5章，我们看见使徒们两次受犹太教领袖的逼迫，但是他们却能够在圣灵能力充满引导之下，忠心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何等美好的历史，何等有意义的启示。盼望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教会当中，不断的把这样的历史放在心中，继续的思想而且效法，我们就能够像耶稣基督这些忠心的使徒，他们在福音的事工上能够结美好的果实，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荣耀的见证，而且整个教会同心合一，从使徒到信徒都是同心合一，彼此相爱，祈求神的灵不断的帮助，赐给他们勇气跟智慧，来做美好的见证。
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可分成两段，第六章一到七节和七到十五节。第一段六章的一到七节叙述耶路撒冷教会团体生活所发生的一个问题，以及使徒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使徒们的忠心侍奉，加上圣灵的帮助引导，耶路撒冷教会门徒人数增加。教会里面包括两种人，一种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巴勒斯坦外地来的犹太人，像巴拿巴，他来自塞浦路斯，这是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记载的，他的母语是希腊话。第二种人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也就是巴勒斯坦当地的犹太人，他们的母语是亚兰文。耶路撒冷教会每天照顾信徒生活的需要，我们已经看见在第二章有叙述他们凡物公用，分享照顾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教会的同工每天继续这样分配食物给信徒，尤其是寡妇的工作。但是在这样的侍奉当中，有一点忽略之处，就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抱怨，在天天供给食物方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就产生教会行政方面的一个问题。使徒们对于这样的问题从来不掉以轻心，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职责是照顾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需要都得到适当的帮助。现在问题产生了，他们要怎么做呢？使徒们就想到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们就把所有的门徒召集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按照使徒所建议来做。那么使徒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有两方面值得我们留意。第一，就是他们认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使徒们奉主耶稣差派要做的，就是专心祈祷传道，这是他们在侍奉过程中最优先的工作。如果他们花许多时间来管理这几千人所需要的饭食，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来传讲福音，这对他们的职责主要工作是一大的亏损，也亏欠主耶稣给他们传福音的职分。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请教会其他的同工来帮忙，使他们可以专心来做耶稣差派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因为祈祷传道，把神国的福音真理教导给教会的信徒，可以帮助他们的灵命成长，可以使他们按照神的真理过圣洁合一的生活，所以这是他们坚持要从事的优先工作。所以他们的建议就是从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中拣选出七位能够配搭他们来做这些行政方面分配饭食管理的事务。众弟兄姐妹们听到这样的建议觉得很好，很有智慧，所以他们都欣然接受。于是他们就从弟兄们当中拣选了七位，记载在第六章第五节，他们就拣选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以及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他们就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我们看见这七个人，他们的名字按照原文来看都是希腊人的名字，所以很明显他们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从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智慧，因为这一次抱怨的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的寡妇受到忽略，所以要管理帮助他们
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从他们这样的团体当中，说希腊话的弟兄当中，选出条件适合的人来负责管理这个行政工作。那我们要特别留意路加简短的记载，让我们看见这七个人被拣选出来服事，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要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是在教会服事同工的基本条件。从这个简短的记载可以提醒我们，在教会服事神的人，他必须有充足的信心，对神对主耶稣的信心坚定，他们也要有好的生活的见证，才能有美好的名声，让弟兄姐妹们信服。同时是圣灵与他们同在，使他们有智慧跟能力来管理这些行政的工作。管理几千人的分配粮食的事情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务，所以神的恩典赐给这些人基本的条件，使他们可以专心忠心的服事，协助使徒在教会里能够一起有美好的团契生活，忠心传讲福音的真理。这样的一件事件，如果按照今天社会很多人都只为自己来谋利的观点来看，可能沸沸扬扬闹得很大，但是在使徒的时代，他们在圣灵的帮助引导之下，用非常有智慧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还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路加的记载并没有把这七个人称为现在的执事，他所用的词只是服事的人。换句话说，这七个人被拣选出来是帮助使徒在行政管理方面参与服事，他们其实是好像仆人一样。后来教会的执事 Deacons 是比较晚期才设立的一个正式的职分，像我们在腓立比书有看到保罗在书信的开头有称呼腓立比的监督、执事和众圣徒，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在那个阶段执事才成为一个正式的职分。所以这一个解决的方案是让我们看见早期教会一个充满智慧的案例，使徒们的确是在神的恩典引导之下，能够协助教会继续过彼此相爱合一的团契生活。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路加在第六章第七节加上一句话来形容耶路撒冷教会团契生活美好的见证所产生的果效，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的第一次这样的摘述的话语。路加的意思就是总结从前面第二章开始，圣灵降临在使徒们的身上，帮助他们跟众信徒一起尽心竭力传讲福音，尽管他们受到许多的逼迫，甚至监禁、威吓、被鞭打，但是他们却能够依靠神的能力继续做美好的见证。神的道，也就是他们忠心传讲福音，这个福音不断的广传，好像在第二章所说的，神就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所以这就是神的道兴旺的含义。因此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不断的增加许多，甚至连犹太教的祭司，这些是属于宗教领袖的阶层，他们也因着看见使徒们的能力跟智慧传讲的福音那样的有能力，看见教会团体彼此相爱合一，他们就相信这个真道。所以到目前为止，路加让我们看见的是耶路撒冷教会团体生活美好的一面，即使在逼迫艰难当中，神的能力在这个教会当中彰显，这是第一个阶段。接下来从第六章八到十五节第二段，路加就叙述教会一位同工斯提凡他的侍奉以及受审判。刚刚我们看到第六章一到七节所拣选出来的七位服事的同工之一，有一位是斯提凡。我们再回到第五节，
路加在形容斯提凡，特别说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当然这一句话不只是形容斯提凡一个人，也包括其他的六位的同工在内。但是我们看到他第八节以下特别形容这个斯提凡的他的侍奉的经过以及他受审判。我们看见这一段的摘要叙述是初代教会相当重要出名的一个人物，他的见证是教会的团体所熟悉的，以至于路加觉得这个见证非常美好，他特别记在这一个段落里面。首先我们来看他提到的斯提凡的侍奉，也是很简单的摘要，在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还是要看他对斯提凡的人格特质的形容。第八节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他跟当时的几个犹太人来辩论，我们要跳一下到第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如果我们把前面第六章的第五节跟第八节第十节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见路加形容斯提凡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满有神的恩惠能力。他跟犹太人谈到辩论的时候，是以神的圣灵和智慧来说话。换句话说，他不是凭借自己的口才，他乃是凭借神的圣灵跟智慧，使他能够为这真道来尽心竭力的传讲，甚至要说服这些犹太人。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见前面一个服事的同工不只是能够管理行政工作，而我们也看见斯提凡，当然看到腓力其他的人一样在神的真道上扎根，所以他们随时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只要有机会看见犹太人，就跟他们辩论，要介绍这个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但是他的尽心竭力的侍奉却引起这一些坚信犹太教传统信仰的犹太人反对。所以第十一节我们看见路加叙述，这一些跟斯提凡辩论却驳不倒他们的犹太人，无法再忍受这样坚定的耶稣的门徒口出狂言，不断地跟他们辩论，所以他们就想一个办法要来对付斯提凡。十一节说，他们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毁谤摩西和神的话。然后他们又耸动百姓、长老、文士来捉拿斯提凡，就把他带到公会去审判。第十三节，他们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就是毁坏圣殿，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这一段摘要叙述也有两点值得我们留意，就是第一，他们无法抵挡斯提凡倚靠圣灵跟智慧所说的话，没有别的办法陷他于罪，只好找假见证来陷害他。这种做法其实是并非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知道十诫中有一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为了除掉斯提凡，为了修理他，竟然使出这样的手段来做假见证来攻击他。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他们控告斯提凡的两个罪名，也就是他们所做的假见证，是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们说斯提凡在攻击圣殿，就是要召见践踏这圣所，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名。我们都知道按照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信念，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犹太人信仰宗教生活的中心，每年在耶路撒冷都有非常重要的节期，他们在那里敬拜上帝，他们认为圣殿代表神与他们同在，神赐福以色列的选民，所以这个圣殿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信仰的中心。不但是以色列全国的犹太人要定期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甚至我们在第二章五旬节的事件里面已经看见，从罗马帝国各地许多的犹太人都回来耶路撒冷来敬拜，因为圣殿对他们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要说斯提凡践踏这圣所，这是非常
严重的一个罪名。第二点，他们控告斯蒂凡的罪名是他也要毁坏这个律法，特别是指拿撒勒人耶稣要改变摩西所交给他们的律法规条。律法也是犹太人生活行事为人最重要的准则，只要违反律法，他们会按照律法所规定的条例严严的治罪。在旧约当中有许多这样实际的例子，所以当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改变这个律法，这也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以后我们也会看见在第十五章以后的叙述里面，保罗也被犹太人攻击，他一样在教导以色列百姓离弃摩西的律法，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但无论如何，我们回来斯蒂凡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两项严重的罪名加在斯蒂凡的身上，他怎么办？接下来路加的叙述让我们看见，从第十五节到第七章，整章有六十节相当长的篇幅，斯蒂凡为他自己辩护。可是第十五节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在公会面前受审判，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场合。我们已经看见在前面第三章第五章，彼得跟约翰两次被带到犹太人的公会审判，很大的一个阵仗，所有犹太人的领袖都在那里面对这些使徒。现在是斯蒂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公会的面前受审判，要是一般人恐怕都会吓坏了，可是我们看见斯蒂凡他却毫无畏惧。十五节说，众人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是神与他的仆人同在，让他的心中非常光明圣洁，所以他内在的对神同在的那一种确定的感觉反映在他的脸上。这样子坦荡荡光明磊落的一个主的仆人就站在公会面前来应对这一些审判者，所以路加的形容非常有意义。我想这也是一个神的恩典，就像彼得在公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圣灵充满他，所以他可以侃侃而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看见这里的形容其实跟彼得被圣灵充满是一样的，特别在第七章的结尾，路加叙述圣灵充满斯提凡使他看见异象，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